对不起啊。你有什么对不起我的？是我没用，没帮你找到爸爸。但是我总觉得师父他一定还活在世上，如果我没有猜错，师父迟早都会回来的。我相信他一定会回来的。没事吧？哦，不哭不哭不哭啊！不哭啊！我把你捡起来。没事吧，婷婷？谢谢了，婷婷。忘记爸爸怎么教你了吗？谢谢伯伯。别哭了啊！不客气，跟妈妈去。再见啊！看看睡哪儿了？要当心点啊！走，我们上去。当心点。谢谢了，先生是来上海做生意还是走亲戚啊？回家。